鼓声环绕静思堂，为新加坡慈济代幼教中心第四届毕业典礼增添特色。除了打鼓，小朋友还演绎《父母恩重难报经》部分曲目的默句和手语。怀胎十月到养育子女，小朋友从角色中体会父母的辛劳。代幼教中心人文教育对孩子的影响，父母有目共睹。他本来是从小是比较不会讲话啦，每次打架打架而已咯。反正到了这个学校会分享，他真的是成长了，他的性格就比较独立。现在会自立啊，会比较自立，然后又会关怀别人，不会比较自我为中心。他会自己收盘，自己抹桌子这些。所以以前都是有，因为家里有帮佣嘛，就帮佣帮忙。所以现在他就会跟安迪说，不用紧，我自己做。从懵懂到懂事，二十位毕业生即将展开新的学习旅程。但愿这份孝道与人文精神能持续扎根在他们的成长路。带新闻真善美职工新加坡慈济基金会报道。